印度与日本防务关系进入新阶段，双方探讨合作申请与采购军备的可能性。 中国北漂者自述最省钱的北漂，最廉价的自由。海莉退出美国总统大选，但是不支持川普，拜登争取海莉支持者的选票。荷兰国家媒体报道台湾晶片的重要性，采访台湾外交部次长，对此中共恼怒。